越老越顽固嘛，嗯，老顽固，老顽固就这么来的。他不是认为他顽固，是不是？他自己感觉不到，这是你要给他剪吗？他还不乐意呢。离我爸，离我妈，我爸这他，我妈73，我爸75，嗯，那领着我爸出钱搜搜搜搜上医院，他还不听我的呢，他搁那搜搜搜，到时候我还得找他，嗯，那你说你哎。哎呀，老人和小孩是一样的道理。他还不跟小孩呢。嗯呢。他得个人有个人的思想。嗯，小孩。小孩他能听你。就变成一个一大圈了都了。这剪脚是不是舒服多了？这肉都趴下去了都。那他那脚盖都抠肉里头去了。是你这岁数大，我给你剪。你年轻我都不给你剪。够不着脚，人家回去这还回去，你咋不想剪呢？给你。不好意思啊。哎呀妈！五个孩子回去。嗯，非得要个人做饭，非得他做饭我们吃，你给你气的啥呀？咋样说不做不行，哎？你别人做不出来那个味儿，这才是这个这才是妈妈的味道，是不是啊？你怎么说？你看你多大岁数了？那你都不腿脚都不利索了。那不一样啊！你要给他做，他不得劲儿呢。对他确实是他不让啊！你给他收拾完了，他一会儿还得收拾去。他嫌你做的不好吃，他嫌你整那玩意不带劲，没整到他顺心的意思，顺他的心。行，现在还能动他，就动他两下子。是。那你要到85动弹不得了，大正啊？嗯，不能活到那么大岁数。啊？不能活到那么大。那你得活那么大岁数啊？嗯，我得多挣点啊！你多。上医院，人说的激光不行，还怕给你打回去，就说不行啊，没事儿，不能打回去，就说医院不行。说这医院看着来啥，那搁谁也不能，太大岁数谁敢跟你打。那完了非得要上高宝华医院，我说你一个大坑。你别说来回坐九路真看着你家的这最大就犟。嗯呐，犟我生活那就不犟。你犟人也不带承认犟的。不犟不承认拉倒，这都扎哪儿去了都。抠里子去了，那你还不让剪？那不要。那疼了咋整呢？疼了再扎。你看人给你修的，是不是？嗯，修的太好。谢谢。嗯。这大坑，肉都扎扁了都。你得听指挥，你不能犟。嗯。到时候疼了，你遭罪还是自己，是不是啊？进你家，今天是回去要给你们当狗棒了，这家又幼小，就开始了。这看来你爸整不了你妈呀。从小的，他俩都叫。从小都听你妈指挥呀。不听我的。不听。不听你的啊？不听我的。不听你的，你给他修了。不听话能行吗？